ご覧の番組は CLC 自動車からお送りします。性美至香，您所寻找的天然好香。ウルトラダッシュ Z3、地表最強のデュアルレンズ。敢拍敢送最公正、最好玩的娱乐城。这样要怎么造车头？那你就不要动了，你不要动了，差很远呢。好，你要卖多少又来啦？继上个礼拜盲测，还没喝到星巴克呢。你还没喝到？我有喝到。有人凭良心讲，前两天还我请的，我赢的人没有喝到。直播下次直播我请。好，好，今天来到现场的是这个2013年的，大家应该认得这个车吧 ？IS 三百 H。好，最近都遇到 IS， 上次遇到300，对不对？这次遇到300 H， 开 IS 300，加油加300。它的加300的意思是它很省油，你只要加300就可以开很久，好不好？这是不同层面的东西。这个来到现场这台应该是啊，这上面板呢哈，看韩多炉就知道了。哦，没有 F， 没有 F 的话，300 H 扣掉 F 上面三个等级，下面还有顶级版跟这个豪华版。我问你，顶级跟豪华听起来哪一个等级比较高？我就考你，觉得是豪华。没有，顶级版比较高。不是哦，踏入这一行20几年以来，我从来没有办法在车子的名称上面分出哪一个等级比较高。当你遇到豪华型、顶级型、时尚型、旗舰型、豪华旗舰型，还有他妈智障旗舰型，这个行吗？我从来没有办法从它的中文译名里面分出哪一个等级高、哪一个等级低，而且每个厂牌还不一样。哦，我告诉你，金江湖没出来。那这个在雷克萨斯里面，顶级是比豪华高的啦。顶级型多了啊，看这个就知道，记忆电动椅，豪华版就没有记忆电动椅。然后第二个就是通风。通风要有冷热哦，这里有风扇哦，还有这个加热，好不好？那既然坐进来了，我们顺便几公里哦，82367。哦，这四路镜头哎呦，看啊，垂头丧气的啦。嗯，给的啊，鸭怎么叫？呱啊，狗会怎么叫？我忘了。羊怎么叫？没。那机会嘞？机有机啊。啊，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。哦，好，先熄火，我们这个按部就班来。这个很神奇呢，这一台车我告诉你，他会来找我是有故事，这是缘分。这个做买卖谈的不是钱，是缘。好，我们都是用多少元多少元在交易的。对，多有缘分。今年过年的时候，好，快结束的时候，我跟那个廖老大去吃火锅。廖老大你知道最近打不是廖盈婷啊，盈婷姐，好不好？我跟她去吃火锅啊，跟我老婆，我们去那个信义区吃火锅。吃完之后回家嘛，我就看我的手机的那个 IG 私讯，竟然这个有一个妹啊，这妹哦私讯我哦，这一定是在偷偷看到啊，她摸不看到有无？说请问一下，这个你是不是在哪里吃火锅？这样我说哦哟，迟了，迟了啊！她说我男朋友是你的粉丝，想要找你拍照可以吗？这样，结果我说啊，拍谁？我回到家才看到讯息。好，故事就到这边结束了嘛，错失了这个缘分。没想到缘分想来你是挡不住的，正好他就要卖车了，所以他就这次就找到我，终于我们就见面啦。所以这一台 IS300 我们无论如何要好好的珍惜这个得来不易的缘分。那我们就先下去估车了。好，我先跟大家破题，这个我直接在这个网络上面我是跟他报65万。好，2013 IS300H 顶级版，好，跑82000公里，我要报65万为基准看车。很多人会问我啊，小师啊，你跟我报65是会更高吗？我想更低的机会比较高，你的车有可能紧绷到要加钱嘛，机会比较少啦，通常就是在这个上下幅度不会太大，除非你的车有问题，好不好？不要再问了。好，开始开估了，先看外表。都没怎样呢，连爸爸都没呢，扣不到。我跟你讲，高级车不好扣啦。科P的秘密武器啊，科P介绍这一支介绍到，我觉得他是不是有在卖？我也这么觉得。看一下他是不是吧，有跟经销商拿代理权？没事就拿出来讲一下，然后不跟我们讲。一杯跟五 T 尾款哦。这里有一个小酒窝啦，这个是你看得出来吗？没有，很硬扣了啦。坦白说，像这种小酒窝我也不会做了。然后这个。哦，这里啦。哦，这边。好，慢吧。我慢吧，我觉得可以，这个就可以做。这边就有一次受伤。但引擎盖那个我就不会做，这一点点小酒窝，我觉得其实这边也还 OK。对啊，好了，我已经很硬撩了，就两个地方，好不好？那接下来这个看板件，好，贴纸都在 ，perfect。油压顶杆够力 ，perfect。它这都红掉，没让它刮。啊，我雷蛇石就是这样封，我不想用力耶，怕把人家拔坏掉。烦啊！我看侧面。好，没事，水箱架看一下。好，螺丝没有拆。
pass。其实叶子板螺丝从这边也看不到，干封起来，真的封得很密啊，封得很密，这样子才可能看得到一点，看不到螺丝啦。好，算了算了，他不会骗我啊，他说没有，他说他没有撞过，应该是不会骗我。哎，脚也是硬的啊。下一个门，这个当初新车应该是182万。哦，哎，这门后面粘住，这一定很少载人。哎，你说很少载人，可是你看这椅子其实有一点点溜轨，有没有看到？哦，前面那里，哦，这有点溜轨。贴纸条码在啊，哎，也 OK 啊。我想这种高级车还是要认真一点。哎，不能从那边开吗？哦，按钮在旁边呢、啊。哇，好，硬胶，胶是硬的。哦，阿赞。我觉得这边看起来有烤过气，你看这边有贴线。嗯，这里有一条线。对对，没有。我在转这边的时候，哈，吃完内看往外。啊，我在接的时候无聊，在转的时候无聊看一下。而且它这边为什么有一些白白的？哦，这是灰尘。不要不懂硬撩，我只是好奇啊。不要跟新闻下面网友留言的一样，都硬撩。它螺丝在哪里啦？靠背啊，不会在这个吧？它没有留指甲。认真讲，男生不要留这个指甲。哎、欸，怎么变脏？哎、欸，春班然后突然狂掉的，前面我比赛、欸，对不对？一个好男人是要养成定期剪指甲的习惯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都没有指甲。哦，就完了啦！我刚刚被狂掉到老西呢，你干嘛要我狂掉？狂不掉。这漆你们觉得很奇怪。我、哦、看到了哦，嗯、好，他妈的，猜五分钟，只为了看三秒钟，给我三秒钟，只要三秒钟，你知道是谁一个？是谁一个？闪尿三姐妹，你不认识？然后我 Colin 摩西山，你知道摩西山啊？有啦，听过团名啊，歌是不熟。哇，我又要趴了，险啊！家属打理啊嘞，平身平身，那你也跟着蹲下来了哦。啊，下面也封起来啊，靠北边走嘞。那有热啊？啊？你不用装了，不用装了，看他弄得跟 Discovery 的摄影师一样。这边就没有贴纸痕，那边有贴纸痕，所以那边要认真看。哎，胶也硬的啊。哎，有贴纸啊。哎，这胶也硬的。会怎样啊？奇怪，是我怎么觉得它这螺丝都有拆过的感觉？你看这个螺丝啊，有没有？嗯，有这个吗？黑黑。然后你看这边，这边也黑黑的。哦，这边这个吗？对啊。然后你看那边，我刚刚其实就一直在纳闷这件事情，有没有看到？对啊，对啊，黑黑的。黑黑的。对不对？那你看这边，这个有没有？上面黑黑的。对啊。而且啊，它有一个很神奇的地方哦，你看它这边的胶是又扁又平，虽然它是硬的胶，这我抠是硬的，可是你看这边很奇怪，有补土的痕迹，你看，对啊，这边是不是有补土痕迹？这个胶看起来比较扁比较宽，有没有？好，哎，你来看哦，嚯，干，我刚才去考古哎，好，你看这个就没有刚刚的那个状况了，它整条就都是正常的，对，有没有？对不对啊？你看到这很细，你有发现这很细？嗯，你对照前面这个很宽，你去拍这个超宽，很宽啊，对不对？这个有没有宽啊？啊，那怎么看怎么怪呢？好，右后门是宽的，好，头到尾都 OK 嘛，对不对？好，再看这个前面，这个也是扁宽的，这也是一样，但是它就没有刚那个，对，所以那个门怪怪，对不对？对啊。但是贴纸都在哦，胶全部用指甲按都是硬的哦。嗯，我跟大家讲，这个那个门一定有问题。哎，来来来，看小市长姿势，每次叫你们都按那个胶是硬的，对不对？你如果今天像我这样四个门都硬的，就 get over， 就中枪了。所以你如果没有认真去观察那个胶条的粗细、厚薄，还有那个补土的痕迹，你可能四个门压压哎都硬的，哎都有标签，你也可以买。我先去问一下车主，让他自白，自白比较快嘛。可是左前门怪怪的，我左前叶子板我要再看一遍。通常有时候是同一侧，你知道吗？嗯。所以这个叶子板我不得不再认真看一次了。今天不是我要撩人家，是他真的怪怪的。哎，这螺丝有洞，这螺丝有拆卸痕迹，你有看到？边边。嗯。有没有 ？OK， 好，我看后面的，还有一颗嘞。
在这里哦，这也有猜，这有啊，这个又蛮明显的，有猜，再来最后，哦这里哦有猜，哎呦，对不对？好，我先让他自白，好不好？这联想嘛，联想你猜哦，没得闹，一边闹，好，联想嘛，怎么可能这么刚好就一个门？通常有时候撸到都是两片以上，对吧？还有一整片的，问他比较快啊。哎，我们是一面之缘，今天第二次见面了，应该比较好讲话了吧？为了要跟我们拍照来卖车，好，我先去跟客人这个理解一下到底。他这个开车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遭受过什么擦伤、擦撞之类的？好不好？了解一下，等一下回来。他说没有撞过，所以我讲，我有问他啦，我说可是我觉得有两个板件怪怪的。哎，这时候他就讲了，啊，不好意思，我也是在这个原厂认证中古车买的。啊，你知道这句话意味着什么吗？我们要自己努力了。懂了。你听得懂故中的含义吗？我懂了。啊，意思就是你要自己想办法了。我也不知道，我买二手的。啊，你知道我们估车都会问客人，啊，你是新车到现在还是买二手的？啊，问完如果是二手，我们就要很努力看。说啊，如果新车到现在撞过，他一定知道嘛。不要看哦，哎，有一种是怎样，你知道吗？哈，他新车开到现在，然后问他说，哎，有没有撞过？说没有，就看看，哎，不对哦，那引擎盖有换过哦，有没有？哎，没有呢。好，啊，想很久，他说啊。我知道，可能哈，我中间有一段时间我出国借我弟弟开，会不会是我弟弟撞的？有可能吗？哦，我有一阵子借我朋友开，他会不会撞了哈？修好没跟我讲，有可能吗？有啦，我相信有啦，不敢讲嘛，对不对？有可能，但是我觉得很少啊。啊，弄丢，拍谁？我给你弄丢，我给你修理后啊，就好了嘛。有什么不好讲？通常有时候这种状况都会是什么，你知道吗？他想要来考验看看中古车商是不是真的那么厉害？那是考验，真的啦，那会考验一下，看看你是不是真的都看得懂啊？我不跟你讲，我觉得外表看起来都很漂亮啊，哎，我就不相信你看得出来，有没有这种？有，真的真的有。很久以前，我不是有一个去台中估一台 CoPlus 的影片，好，可以放在上面给大家复习一下。那一片就类似这样啊，对不对？啊，本来说没有，就看一看说啊，中间我跟你讲，中间有一段时间借我妹妹开啦，所以这个我们就自己努力。所以我就盲测神器我们先看一下引擎盖的数值，哎，他不会讲话啊，我今天拿不对台，我上次是这一台嘛，讲话是这一台吗？122是正常的哦，哎，80.9，很薄吧，好多，95.2，同样的位置嘛，相对位置哦，你看198，哎呦，差快一倍，183 club。我跟你讲，我判断啊，那一边就是换掉的。上一集跟大家讲过，哎，我不是要卖这一支，我会不会弄到最后变成业配这支？我今天拿不同支哦，上次是会报时的哦。对，中原标准时间，你把看过117吧？哦，你少年的时候把看过。中原标准，中原标准时间16点整，那一边它是换掉，因为啥？换掉的是后面的修理厂在烤漆的，所以它的漆会比较薄，所以我们判断。低于100以下那一片是更换，那叶子板有更换过。那这一片183其实它的数值偏高，它有烤过漆，这片有烤过漆，那一片有换过。引擎盖是原来的 ，OK。好，我们现在看门，173。好，我们量下面一点，189。哎，只有烤漆而已啊，212。哎呦，哎，这只是偏高而已啊，这没有换啊。它螺丝有拆，应该有调整，应该是这一次的碰撞。然后造成这一边可能有糟尖还是有擦伤，所以这一边有板烤，但是它没有更换，前面有更换，因为它的漆的数值是170-180，这个就等于是有板烤过的状况。看一下后门，哦，185这个有烤过，有没有？嗯，217也是，哦，有板烤过，这一侧都有板烤过，这一侧数值都偏高，看有没有到后面来。哦，131这边就没有了，所以那一次应该是这三个地方，就是叶子板、前门、后门。好，后车厢盖我们再压一下。138哦，这都正常了哦，以防万一，我们中间处133哦，这都正常。哎，我刚刚说这里有考过漆，对不对？嗯，所以这个应该也会数值蛮高的。哦，我看341，好高。331，他哥哥341，330，330哦，所以这个有考过。375减租，干什么？我都可以讲了，183 club 啊。33341一起331一个个啊，375减租啊，跟着有几点？前门199，这也考过。199，要搞搞啊。203，哇，好厉害，搞再搞。哦，屋顶是原来的原漆，
所以这一台车几乎，我跟你讲啊，这台银安几乎好，只有引擎盖是原漆，上面车顶是原漆，后车厢盖是原漆，嗯，还有这一片叶子板是原漆。好了，无所遁形了，好不好？我们的专业能力再搭配上这个仪器佐证，一台车就无所遁形了。它的板件状况，我现在跟大家做个总整理，好不好？好，第一个。他说他这一台是在原厂认证二手车买的，他没有撞过。那这个原厂认证二手车要注意哦，哦，不知道是客人说假的，还是原厂认证中古车没有跟人家讲。今天我们看这台车换了一个叶子板，然后这么多地方有板考过。好，板考本来就不用讲，好，定型化契约本来就没有说要尽到这个告知板考的责任，因为二手车一定多多少少。你看这2013年也九年了，好，你说没有考过漆板过金，我觉得判蛤蟆啦。哎，你卖娘娘网路说哦，他前车原漆没考过漆自售啊，你有几倍啊？啊，头脑想一下，真的有几台车？我跟你讲啦，现在台湾开车超过三年哦，没有考过漆的很少了啦。不要说三年，我三年算保守，一年过我都觉得很少有车原漆了，你知道吗？可是我觉得钣金烤漆不算什么啦，还有刚刚帕夹电波，现在打个电波应该没什么了吧？没什么。对啊，不要是什么侵入性治疗，动过刀嘛，三段式隆鼻。缩鼻翼、削颧骨，好，削颧骨、开眼头，哦，那侵入性治疗我们不要啊。所以这个板件两个状况，一个就客人骗我们，一个就原厂没有跟客人讲。因为我刚这个问他，他说这个那时候他买原厂证的时候，也没有跟他讲过有任何的板件有更换的情形，都没有讲，没有讲啊。他说没有讲，当初说都没有。那我不是说原厂怎样哦，我现在就讲了，就两个状况嘛，一个就是客人唬我们，他明明就他自己买回来自己弄到的，他没讲；一个就是原厂唬烂他嘛。哎，我们没有法律责任吧？哎，我们是人家。你讲的啊，我转述啊，对吧？对。哎，妈，不要和泰法务部热身呢。啊，下面有留言，和泰法务部热身中。我是无律师团哦。啊，我干嘛点你啊？我不是连锁店哦，我无律师团哦，不要弄我。我只是转述客人的话，好不好？好，反正好了，不管了，我们就是以现况为主啦哦。那我是觉得说这个换一个叶子板还好啦，里面因为我刚刚看里面是没有的，就外侧外皮。那外皮的擦伤板卡我觉得 OK， 换个叶子板，年纪也有，给我们一点点差价就好了。这一片叶子板不用给我差个几万块吗？哎、欸，你俩怎么样？你觉得不用吗？我觉得不行啊、欸！我跟你讲，二手车估价是这样，大家都报高高的，对，来到现场再留嘛。我讲难听，我报65，你整台车漂漂亮亮，板件都圆的，不要说你板卡过，我也不会讲什么啊，我也是想要65就。完整跟你买，你车漂漂亮亮的。问题是，我就换过。好、哦，这个大家是要可以接受的嘛？哎、欸，内装还没看呢、啊，等一下，我研究这个就研究。哎、欸，这个分上下级啊。哦，是啊。这是这个硬底子的客厅神器啦。等一下再广告一次。哦，驾驶座意外还不错，方向盘也不错，方向盘不会光光亮亮，是呈现雾面的。好，然后这个地方也还不错，上下车这个地方是我最喜欢看的地方。排挡头边边稍微有一点点脱漆，不过还 OK。然后后座我们刚刚看到，就后座这边，我觉得这个用稍微修补应该就可以了啦。这台车应该之前后座的使用程度比较高，前面反而比较漂亮。你看它这个前面跟后面的状况对不起来，你看它后面这个上下车这个地方这么多状，这样子有没有？这个吗？对不对？好，磨到有一点破破的。OK 啊。可是你看前面其实状况好很多。前面很正常。对啊。对啊，好，状况好很多，所以这个车研判是之前是很常载人，小朋友之类的，而且你看啊，尤其是台湾是右驾，哎，左驾嘛，安全岛这一面上下车会更频繁，所以这边应该不怎么样。嗯，哦，这边反而比那边好嘞，对，见鬼了，有没有？比较好哎，阿喜啊，以黑平霞。就告好吧，好了，本来就那边比较丑一点啊。副驾驶座我看一下。哎、欸，他这个纸都还没拆、欸，哦，这个，对啊，纸都还没拆呢、欸。哦，副驾驶座也漂亮，啊，有这里有一点点，有没有？啊，这里有一点点，哦，有一点点。我想这很多是什么，你知道吗？腿短，昆狼现在又短，挂掉。有啥咪？有个是钢管是吊挂。OK。来，跟他出个60万，扣个5万，好不好？不要再拖台前了，这个研究外面板件研究太久了，片长太长了，好不好？观众朋友没有要看那么长的，只有女孩子喜欢看我长而已。好，我今天跟他讲。Ultra Dash Z3， 地表最强的 Dual Lens， 敢开敢送最公正、最好玩的娱乐城，性美至香，您所寻找的天然好香。他说扣太多了，可见这个铁粉不够铁，不够铁才会还价啊，对不对？才会含扣啊，含扣你知道不啦？那国小以前小时候用语抱怨嘛，然后不是抱怨嘛，就是
讨价还价。还嘴啦！哦，你敢喊口弄落哦，我跟你讲，我来塞落，我来讲，你敢喊口？他说哦，他轮胎刚换的，他说轮胎才换5000公里而已啦，好，所以我来看一下，他说去年才换的，他说他轮胎换很贵的，哦，马牌啦，马牌什么？哦 ，PC 哦，啊对啊 ，PC 六啦 ，PC 六很贵吗？我不知道，改名就19的。4619，有没有？去年是19年，去年21年，去年21年，他19年46周运到这边来20年，然后他21年装不到半年，21年装啊，一米六倍的库存那台啊，这个可库存一年了，这5万都库存，所以这个轮胎也没有加价的空间啊。他跟我说他轮胎刚换，他叫我不要扣那么多，他这19年轮胎也没办法加价啊，这要怎么加价？我看一下四轮是不是都一样？这更惨，这个第36周的，也是19的。哎、这个46周啦，前面30周，哎，这什么加价啦？这还要扣吗？这马站起来的呢，比你的马站还高哎。这个我很倒霉，我回来我还要换一轮跟他一样的，而且一轮特别新也不行。不是啊，他是去哪里换到这个19年的胎啦？这个也是36周，他怎么会斜着装3636，然后4646？他有掉过吗？我不知道，他装对角线是怎样？不行啊，这怎么加价啦？他叫我轮胎加价，我怎么有办法加？反正哦，7788比较久，对不对？看过我们影片都知道，他也很内行的啦。我说60，他说65，到最后是不是什么中间点？中间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讲，他下一台车也买了啦，今天开2台车来啊，懂了吧？懂，就是要留下了啦。对，价钱再努力一下就好了。可是我认真讲，我真的觉得每次要花那么长的时间在这个价钱上面，真的很累哦。不然这样，我们这个一块叶子板嘛，加上一些要花的，不然我们来跟他出个62万好了。好吧，不要浪费时间啦，处理处理就好了。扣3万，我觉得应该 OK 的啦。没有，因为那叶子板确实是表皮而已啦。那我们要扣个意思啊，我们卖也是要便宜给人家。哇，你跟我来，这个叶子板假设扣3万，我在收车的时候我说，你有问过叶子板状况？扣3万，扣5万，然后卖的时候不跟人家讲，我是不是就多赚3万，多赚5万？暴利呢？钱没有了可以再赚。但是良心没有了，赚更多。对，不行啦，我去讲一下，我去讲一下。好了，我肚子好饿哦，不要再搞了啦，还没啦，还没。等下62也不行，我发动一下，啊，发动了。啊，对哦，这油电的哦，大家油电的发动跟没发动一样。我跟你讲，顶级版的哦，才有那个 LED 头灯。你看一下，有没有？有。有没有？如果是那个等级比较低的豪华版的话，就是 HID 的。你会分 LED 跟 HID？ 可能分得出来。HID 点亮的时候会从暗，它会慢慢到亮。LED 一点即亮。好啦，我只是出来拖一下台钱而已，我真的觉得肚子好饿哦。可是如果这65000很烂惨，刚好被人家除以2，没有那种胜利的感觉。对，我本来想说62万偏我们这一边，5000块，有那种胜利感，结果现在妈的荡然无存。好啦，我知道他也在等我，不要浪费时间，我进去就拍个照，拉了一下就把它处理了。好啦，再拜了，再拜了，好啦，搞定了啦，625000啦，7788比较久，就是这样处理的，好不好？对，他大电池还没有换过啊。对，很多人我们在卖这个车的时候是这样，我在卖油电车的时候，很多人问说大电池换过了吗？大电池换过了吗？但是我是要跟大家表达一件事情，就是他大电池还没有换。可是这个东西是这样，我们今天到原厂去，他今天他做一个检测，电脑连线说你电池好的，还不用换。那请问一下。我怎么换？我钱多啦，直接换新的啦。那你如果要这样预防，你可以换车了。先生，你的轮胎还有6成新哦，不要换新的，要不然哪天爆胎怎么办？先生，你的韩多鲁换新的。先生，灯泡换新的啊？轨胎像我新的话，不是啊，因为你怕它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坏嘛。可是问题来了，整台车的每一样东西你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坏。没有。我是要那种会影响行车安全的。好，来碟盘换啊，避震器会不会影响行车安全？对不对？刹车会不会？刹车总泵、分泵全部都换一换。发动机坏掉锁死没办法放韩斗路，危不危险？干，超危险的吧？超危险的。换行车电脑要换一下。行车电脑用9年了呢。你储的电脑9年，马上老电脑了呢。那个核心都比人家少了呢，很危险呢。高速公路电脑抓起来哇，宕机啊！你们像那个 Rover 那个荧幕碟。嘿，高速公路底下按嘞哈，就差不拉加无抽出来，底下按嘞，你哪里打？行车电脑换完，变速箱也有电脑嘞，变速箱死亡闪光，熊熊顶起锁档，就危险的吧？干来口我抽出来底下按啦。比较疑问的是，不用脱裤子，怎么可以把内裤抽出来？所以你看，如果照这一种逻辑下去看，你有多少东西会影响行车安全要换？不要再问大电池的问题，它就是好的，
那我现在你要提早去换，我会觉得很北兰，因为失去了你买二手车的意义，你就买新的就好了。买新车就安全吗？这就是另外一个话题了嘛。还要放 BMW 的连结，好，还是你们要去关心其他厂牌的灾情，对不对？要不那边什么柠檬车法案，吴小敏啊，柠檬车法案推出来跟没推一样，你知道吗？那个就是弄出来阻挡民怨的，其实有没有实际效果？没有。哎，那个很严苛呢，你真的想要用柠檬车法案，你还用不太到呢。现在有人用成功过吗？好像没有。所以这个电池这个部分是这样，因为原厂它也没有一个机制可以告诉我们说，哦，你的电池比如说剩下30%、40%、50%，我觉得很奇怪耶。他们只会跟你讲说好的跟不好的，我觉得应该可以啊。你像我们夹电瓶的那个机器一夹就跟你说剩几%，所以我认为应该是可以啦，还是我不知道而已。因为我们之前去问，确实就是他只会跟你讲说是好的还是坏的，就这样。对，坏的不用他讲，我知道，他会显示好不好？对，可是好像没有那个 level 程度，造成我现在开去原厂，他可能他也不会跟我讲，哎，如果这个现在有了，下面底下留言可以跟我说，我就去开去原厂大电池剩几%。他是说现在这个也不贵了，我记得大概60000块左右吧，而且好像也有外厂爱修了，好不好？所以他现在是好的啦，所以我也没办法保证，所以只能用保固的方式。对啊，因为我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要挂啊，不然很简单啊，叫前车主说，哎，按大电池给我保固多久，可以吗？他保固我半年，我再保固给下一个人半年，这样我就直接这个空手套白狼，我不小心摔到滚。好，那今天这个2013年的IS300H 的顶级版，好，新车182万，跑82000公里，换过前方左前一个叶子板，我们最后得手价格625000，跟大家分享，下次见，拜拜。哦，今天这一集光量外表就量很久了。对啊。顺便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，路上看到我直接叫没关系，直接处理没关系，不是、啊、不是直接处理、啊，处理啊，直接说，哎、欸，小师你好，打个招呼嘛，好了，我可不可以跟你拍个照 ？OK 嘛，哎、欸，他说啊，人家他们说、哦、我怕打扰你，对不对？不好意思，这个想法利益是非常好的，但是我们换一个角度想，我们没有多红，所以有人找我们认出我们，我是很开心的，对不对？看得起我们嘛，要找我们拍照是看得起我们，不是吗？对，我们有一个老皮，对不对？我们是开心嘛，啊，不要尬聊就好了嘛，你拍完都哎、欸、啊，你怎么要跟？老婆来哦，哦是哦，啊你这个诶、欸、硬要聊有没有啊？你我很喜欢看你的节目，好、哦、像上次那一集哦，哦好好笑，你不要尬聊，对不对？大家拍完哦，谢谢你的支持有没有？嗯，鸟兽散 OK 嘛，啊不要尬聊硬聊嘛，要不然就是诶、欸、啊不好意思可以找你老婆帮我们拍一下嘛哈、啊。还有一个对，还有一个也很讨厌，除了把老婆当工具人以外，对不对？那、嗯啊、当然我们老婆也是很 nice 说诶、欸、我帮你们拍哦 OK 嘛，啊不要自己要求诶、欸、啊帮我们拍一下这样啊，美术跟他走力嘞，你知道。啊，还有第三个是什么？哎、欸，拍张不好看，再拍一张好不好？然后一直拍，哎、欸，一直拍，一直拍，要拍要选到，不然就拍沙龙照，赶快，好不好？所以这个以后可以直接不要用私讯，私讯出门在外，像我们这种讯息每天被讯息洗的人哦，放假的时间绝对不会想看手机，啊，因为讯息伤侪，看就烦就阿杂的啊。Ultra Dash Z3 地表最强的 Dual Lens， 敢开敢送最公正。最好玩的娱乐城，性美智香，您所寻找的天然好香。